我是嘉义县双溪国小小记者侯伟成，我要介绍的是溪口里。溪口里的居民的姓氏多半都姓侯，这里主要的信仰中心是石马宫。石马宫里供奉的是林府元帅，因为林府元帅曾救过他们，让他们从姓刘改为姓侯，以躲避杀身之祸。所以姓侯的人为了感念他的恩德，在他去世后奉他为神明。在台湾拓垦后，也在这里建庙奉供林府元帅，也就是这里的信仰中心石马宫。